这就是传统的地锅水饺。这是一个凉锅，看到了吗？一个锅来，一个锅来，啊，凉锅。咱今天来到的是费县，然后这个是朱田大集，啊，这边有个水饺摊，咱今天去看一下。这饺子是纯手工包的。多少钱总卖的那个？七块。七块一份。半斤。哦，很便宜。很便宜。这凉锅的都是熟的哈，凉锅都能做哈。传统的地锅水饺，你干多少年了，大娘？干了有20来年了。20来年了。哎。都在这个集上干的。哎。哎呦，我的天。是的。啥？行吗？给大家，给大哥。哦，这咱的水饺，两种馅儿，一种肉的，一种素的。哎，有肉的素的。肉的是多少钱份？肉的4块。哦，4块那不贵。肉的4块，素的7块。哦。不贵，你爸爸给你炒鱿鱼做的贵。对对对，大集上卖的都是稍微优惠点哈。哎，是的。小朋友，哎，叔叔好，这是你妈的是吧？啊，外孙。哦，哎，叔叔好，知道了吧？哦，这里是哦，这是宝的。我就不会捏脏的。嗯。我刚会捏那种，你忘了就是。比较畅辣的畅溜的那样的。嗯这厨艺在这里到我先改的。对，这正儿八经的地锅水饺纯手工。这种手工的现在你在饭店里都吃不着了。对，是什么土豆肉？土豆肉。哎，哦，第一次听吧，这个土豆肉真是。一会儿弄会儿肉的吧。土豆肉没吃过，尝尝。对对对，哦，这个也是你自己做的这个干的。这个是花钱买的。花钱买的。对对。哎呦，这一个很省劲了哈。哎对。您这个和面是怎么和的？是和面机和还是手工和？手工和的。哎呦，全是手工啊。嗯。你看这个，从头到尾全是手工制作。对对对，你包括就连他这个煮的时候也是正儿八经的地锅煮。一会儿给我弄份肉来。好的。吃肉来。一会儿。您从早晨一直干到下午，反正3点多3-4点钟的是吧？哈。基本上3-4点钟的人就差不多了。对。这个大集上比较这个什么，比较这个人分来比较集中。对。两个大老爷们包包子。我们的生活加油的。为了美好的生活努力加油。那都跟就干了一个架。啊，就干了一个架。这是韭菜豆腐哈。韭菜豆腐馅儿。两种馅儿，一种韭菜豆腐，一种肉的。哦，一般煮几锅清一次？哎呀，要煮看着混了就清了。哦，也不管几锅。也不管几锅，看着混了就清出来就完了啊。这个有空这个就想清。哦，也咱这一锅，咱这一份儿半斤有多少个大概的？20-23个。20-30个。哎呦，大的就是大的就少下个，这小的就多下个。哦，你说什么？两锅都能用，想在哪地方做在哪地方做。对对对，你经常上这来吃水饺？老顾客了都是哈。你的水饺口味好。